为办公就用 Surface， 影音娱乐还是选 iPad 的好，安卓平板随便用用也是够了，不过最终还是要看你的用途和预算的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网友的提问。网友蓝色天空453528问，如果有2000块预算想买手机，而且想买 iPad， 有什么推荐的吗？这个预算要买手机还要买 iPad 啊？你这不是在为难我吗？如果一定要推荐的话，那就增加预算或者选其中一样吧。网友凯凯102203问， iPhone 6暖屏怎么破？目前有一款名叫 F.Last 的插件，可以对 iOS 设备的色温进行调节，已经适配了 iOS 8.1 系统，不过使用的话就必须越狱了。这期的问答环节就到这里了，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这个视频的页面下发问，有可能下期就选中你的问题咯。另外，如果你有什么独家资讯和爆料想分享给大家，那就赶快扫描片尾的二维码联系我们吧。视频的最后，一位车手让他4岁的儿子坐在副驾驶位上，带他装逼，带他漂移，小朋友果断就被吓尿了，有木有？把我吓尿了还在笑，老爸好坏好坏的。买手机，幻想取通讯对你才是真爱。